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。今天的课程呢，我们要学习第23页的排中。好，桑尼亚，你告诉我，在排中的这首曲子里面有一个新的音，是什么音呢？ So 是这个音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它一共出现了几次啊？一次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好，一共有七次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而且呀，它不单单说有一个新出现的音，还有一种很新的弹法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一起。你怎么看得出来它是一起呢？对起来。对，因为它的左手右手啊是对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它是两只手同时弹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我们先这样，把最后这四小节呀，给小朋友们看一下应该怎么弹。对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右手是什么音？右手是哆。哆，那么请你把哆放一下，右手。哎，对，哆。好，左手是什么音？嗦。嗦是几号手指呢？四。四，对，放好四，其他都放好。好，因为它是对在一起，所以两只手要同时弹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来做个示范，给小朋友看一下。预备，起，二三，再来一遍，竖起来，二三，二三，二三。好的，这是最后四小节，对吗？好，那么前面我们一起来唱一下。前面呢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都是左右手轮流进行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唱唱看。这次要数几个预备拍啊？三，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起。咪哆瑞嗦，二三，哆瑞咪哆，二三，咪瑞哆嗦，二三。嗦瑞咪哆二三，唱上面就好了。哆二三，哆二三，哆二三，哆二三。好的，好，这首曲子叫排钟。那你觉得它是敲了几下呢？几点钟啦？四点。四点了？为什么？凌晨四点钟。哦，它最后敲了四下。咚咚咚咚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好，那我们来弹一下，看看这个排钟啊。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，不要伸得太里面，你都伸到黑键里去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，起。哆，唱。你不小心碰错了一个音，是不是啊？看一下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，起。三，二，三，二，三，二，三，
这是今天的《排钟》这首曲子啊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两个手一起弹下去会有一点点难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把最后四小节单独的练，先练那四小节，这四小节练完了以后，我们再从头开始弹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，再见。